家好，欢迎观看 DJI 教学视频。本次视频将为您介绍如何激活 DJI Goggles。使用 Assistant 2软件激活 DJI Goggles。在 DJI Goggles 官网下载对应版本的 Assistant 2软件。安装后，打开并登录您的 DJI 账号。开启 DJI Goggles， 在 Goggles 上选择语言，点击下一步，仔细阅读使用条款并同意，点击下一步，选择使用 DJI Assistant 2激活，点击下一步，使用 USB 线连接 DJI Goggles 与电脑。点击 DJI Goggles 图标， Assistant 2软件将弹出激活页面，点击开始激活。在确认您的 DJI 账号无误后，点击确认您的账号，完成激活。使用 DJI Go 4 App 激活 DJI Goggles， 开启 Mavic Pro 遥控器与飞行器，并确保已经正确对频。打开 DJI Go 4 App， 并登录 DJI 账号。开启 DJI Goggles。在 Goggles 上选择语言，点击下一步，仔细阅读使用条款并同意，点击下一步，选择使用移动设备激活，点击下一步。 Goggles 提示正在对频中，然后按下 Mavic Pro 对频键等待对频完成，点击完成，点击确认，开始激活。 DJI Go 4 App 将弹出激活页面，点击下一步，仔细阅读使用条款并同意。在确认您的 DJI 账号无误后，点击激活。 DJI Goggles 开始激活， App 将自动完成余下激活流程。感谢您的观看。